张老师，你在干嘛？玩手机啊。对不起。怎么意思？放朋友圈。什么意思？你个大坏蛋！你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就用小锤锤捶你胸口。你这样很不地道的。你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就用小锤锤捶你胸口，捶你胸口，捶你胸口。神经病啊！彭一畅，你给我等着！